现场总线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工业数据总线，它主要解决工业现场的智能化仪器、仪表、控制器、执行机构等现场设备间的数字通信，以及这些现场控制设备和高级控制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问题。由于现场总线简单、可靠、经济实用等一系列突出的优点，因而受到了许多标准团体和计算机厂商的高度重视。它是一种工业数据总线，是自动化领域中底层数据通信网络。简单来说，现场总线就是以数字通信替代了传统4-20MA 模拟信号及普通开关量信号的传输，是连接智能现场设备和自动化系统的全数字双向多站的通信系统。